就是说话之前小一恒也就是开玩笑呢，对，没有成见，他不可能成见，毕竟我成天在跟你说吹，有可能是我有些时间不在，药效弱了，我今天在这里才吹两个我知道你的原因，请站稳扶好。Thank you.
Thank you.